口种的。来，我们是有榴莲巧克力啦、辣椒巧克力啦、咖喱巧克力啦、草莓啦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好嘞，好，等一下。对，是很对我们人类很重要的，就像那个平时大树一点点而已，他们是很深的，所以它拔不出来的，它可以绑海啸的。
哇，这两只我生了，应该两只。来了，哎呀，剥掉了，剥不掉，你再。刚刚讲了两只，两只。两只我生掉，哎，这两只也。两只，那。好，是啊，所以啊，比如下面要下一点。颜色都 OK 啊。颜色有金色宝。哪那么厚啊？在左手边。 左手边，在左手边，你们应该是差不多10点钟。<笑>你看了吗？赢一猴。<笑><笑>好，各位，现在你看这边，你们右手边都是渔民啊，他们是打鱼的啊。 打什么鱼呢？在海这个他们是打我们的淡水虾，我们叫做大头虾。虾是？对，虾是它这个是有钳子的。对，大不大的？啊？多大的？看它嘴多大了？它大是给这么大只，它身体这么大只。我也有，但是它是淡水的。 还是小鸡的。